上个星期五，我在 Monrovia 夜市摆摊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个观众，一对夫妻，也是基督徒。那每次我们遇到我们的观众的时候都很开心，聊了几句之后，他就看着我们说，就是我们做节目太深了，如果目标是年轻人的话，他们听不懂的。我就跟他说，你这个看法我完全不同意，吸引我读圣经的，吸引我跟随耶稣的是律法跟圣经做人的道理，就是圣经上面把对错、正义跟邪恶写得非常清楚，圣经给了我人生的目标还有活着的意义。然后他就问我说，你是几岁有这样的想法的？我想一想回答说，大概30岁左右的时候。他说，你看没关系呀，这是你的频道，只是建议就好，你听听就好了。他说的是 PHC。我们的留言有非常多，有些人说我们说的太浅，根本没说到重点，重点应该是那些邪恶的阴谋集团的根源，什么罗斯柴尔家族啊，英国皇室的黑暗议程啊。有些人说我们说的太深了，年轻人不会在意，应该要讲一些更符合生活的，如何跟人沟通啊，如何跟人相处啊，说话的艺术啊。我们每一个节目都会讲到要拯救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要拯救更多的年轻人，要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圣经的价值观，我们要亲自的去读圣经。但是事实就是，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牧者，跟我一开始提到那位弟兄说的一样，认为年轻人都是白痴，他们这些人对于年轻人的看法跟左派对于人类的看法一样，人类是愚蠢的，是没有自我控制能力的，没有追求正义的欲望，只有一天到晚会想要 party 玩乐，唯一的兴趣就是性爱男女关系。这就是为什么台湾那些年轻的牧师的 YouTube channel， 你去那边看的话，都只在那边说基督徒可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，基督徒可不可以看 A 片，基督徒可不可以自我安慰，沟通的艺术，如何找到自己的另一半。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我们分成了儿童班、青年班、青少年班、成年班、长青班，各个年龄谈论各个年龄层的福音，只谈那些那个年龄在乎的圣经话题。我30岁的时候才有这样子的感动，要来亲自自己去读圣经，亲自的来认识耶稣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国中高中时去的教会什么都没教，就只是在讨论说他们认为年轻人想要讨论有兴趣的话题。我对于圣经的真理没有任何的兴趣，因为没人告诉我真理是什么，只说耶稣爱我，然后我们要活得跟耶稣一样，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耶稣是怎么活的，然后耶稣是怎么爱我的，还有耶稣为什么爱我。他们只在讨论就是十诫的存在，但是没有讨论神为什么会给我们十诫。事实上就是年轻人想要知道真理，想要知道这个世界的道德价值观，圣经是非常吸引人的，因为这些真理在小孩5岁的时候是真理，等到他99岁进棺材的时候也还是真理。真理跟正义不会因为我们的年龄而改变。我们的频道有帮助年轻人认识耶稣，让很多人对于圣经有兴趣，然后来去读它。我们的频道有让高中生去信主，去大学的时候说他要努力继续守护圣经的价值观，帮助大学生找到他们的人生方向，有让同性恋悔改不再犯罪，甚至还有一位观众看了我们的频道，说他原本自认为是变性人，打算去做变性手术，但是因为我们的频道让他知道他不是个受害者，他也不是个变性人，神对他的人生有规划，所以他就没有去做变性手术。这里不是在邀功，说什么我们的频道多棒，拯救了多少人，而是在跟老一辈的基督徒喊话，不要再把年轻人当白痴了，他们不是什么都不懂，他们追求真理，他们是有渴望、有追求的，他们不是一群只会用本能跟欲望生活的动物，他们也是神的形象，他们也想要追求正义跟真理，但是这些都是教会还有父母没有教导的。我们不能再有这样的想法，不能再只传半吊子的福音，不能继续的觉得说年轻人就让他们放纵嘛，对不对？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这就是年轻人的天性啊。事实上就是，这是所有人的天性，不管几岁，只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形象，所以我们可以控制自己，而且真理就是真理，到了几岁都是真理。我们就是要当一个不害怕、无畏惧的基督徒。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会这么失败？就是因为教会没有在教导真理。跟郑立新牧师说的一样，那些孩子在上主日学，学的就是那些没什么营养的东西。
教会的大堂为了增加人数讨好人的内容，在这个样子下去，我们就会变成对圣经还有真理没有任何的兴趣，对真理没有任何的感动，只是纯粹的追求自我欲望的一群人。所以我在这边真的是有这个感动，我们不只要拯救下一代，我们还要拯救上一代。美国会堕落就是因为教会失去了方向，因为基督徒变得软弱，这个很重要。因为我们每次的影片重点都会放在最后一段，基本上没有人看到最后，所以今天我把它放在最前面，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。我们不能再把年轻人当白痴，然后传半吊子的福音了。我们自己也不能只听我们自己想听的福音跟律法，我们要变得刚强，我们要亲自的去读圣经，了解时事，我们才有可能翻转这个国家。我们要改变的不是政治环境，不是共和党执政，我们要改变的是我们的文化，我们的价值观。如果你想要帮助我们的话，请到我们的 Coffee 参加我们的会员，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，跟我们一起翻转这个时代，不只是下一代，还有上一代，我们的教会要翻转。